轻缓动作，内外放松。万华静思堂这堂课叫乐活太极。这一手伸不到这边来，然后学了差不多两三个月，有一天突然间发现说，哎，手怎么伸得过去了？因为太极的一些动作都是很柔和的，很适合我这种五十肩的人来运动。不知不觉的，我的肩膀就慢慢的就已经松开了，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所以就爱上了太极。往上提气。站在前方指导的助理教练擅长网球、溜冰等各项运动，随着心境年纪渐长，转而打太极拳。我手脚一直有冰冷，是我想很多女孩子都有的问题，还有腰背酸痛也是一个问题。我就很认真地练常老师的拳之后，差不多一年多，感觉我的腰背突然不痛了。人的身体是很复杂的，我们所接触到外面的环境啊，也是很复杂的。希望大家就是带着快乐、开心、轻松的心来学。忙碌的都会人偶尔放慢节奏，打太极拳释放身心压力。台视新闻，这是美职工朱国荣、徐树摩、简景华台北报道。